学习一下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是啊，今天上午的国会质询会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易奎龙、张长礼议员提交的严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化、复孔孟、铲伦常的扰乱道德思想、危害社会秩序的提案。议程有三：一、提案人做提案说明；二、质询辩论；三、议员表决。首先，请提案第一署名人易奎龙做提案说明。易奎龙不在。张长礼议员，易奎龙议员没有到会，这是什么原因啊？易奎龙议员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能到场。像这种情况，以前国会也是经常碰到的。我认为，虽然提案人没有到场，但是提案并没有撤销，也就是说，提案依然可以有效。我们并不影响对提案的表决啊。易奎龙可能有急事来不了，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提议忽略提案说明和质询辩论两个环节，直接进入表决。各位议员有何异议啊？议长先生，我表示抗议。堂堂国家的参议院发出的正式通知让我来接受质询，现在居然随随便便莫名其妙地取消质询辩论，这是拿国家的尊严和公民的人格做儿戏，我不能接受也不答应。说得对，我们抗议。我认为蔡金民先生的抗议是有道理的，你们要弹劾他，又不让他参加辩论，这是什么意思？这就叫不教而诛，我是不会同意的。第一提案人易奎龙议员不在场，但第二提案人张长礼议员在场，应该由他来进行提案说明和辩论才是。没错。说明一下。各位，各位，这个提案主要是易奎龙议员做的，我只是附议而已，我做不了这个说明。我认为这个提案本身已经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尤其是许多的内容已经在各大报纸公开发表了，它的可靠性是不可置疑的。我认为不要辩论，即刻表决。议长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位张议员，您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报纸上攻击蔡元培校长还有陈独秀教授的内容是真实的？那么多的报纸争相报道，连篇累牍，难道大家都在作假吗？
我不是北大的学生，但我当过记者，这件事情我做过调查。攻击北京大学的绝大多数稿件，都出自于一个叫做采人的记者。这个叫采人的记者，真名叫做张丰仔，此人正是议员张长礼的侄子。请国会议员张长礼说明。请国会说明。请张长礼。张丰仔。张长礼。张丰仔。张长礼。这是无耻的造谣和诬陷，我要控告他。你说。我可以证明，张长礼的侄子张丰仔多次以欺骗的手段获取我们攻读互助社社员的家庭背景和个人资料，他还写匿名文章造谣生事，栽赃蔡元培、陈独秀先生。这是栽赃，这是诽谤，你们有证据吗？有证据吗？因为他们有证据吗？肃静！蹲下，蹲下！诸位，这里是国会议场，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各位说出的每句话都要有确凿的证据。I can confirm that the testimonials from these two students is true. Zhang Fengtai is the founder of Shengzhou Ribao. He not only wrote articles in order to defame Peking University, but also.Paid other reporters to help him spread rumors. This is the article he sent me yesterday, together with his bribe. In the press release he sent me, he said that three reporters, Chen Duxiu, Hu Shi, and Chen Xuantong, have been expelled from Peking University. Now I want to ask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this a rumor?爱德华先生，我告诉你，陈独秀教授、胡适教授、钱玄通教授此时就坐在我身边，他们是代表北京大学到这儿来接受质询，所以我负责任地告诉你，你现在报纸上那些东西全是假话，而且是谣言。実は私のところにもこの長旦那からの礼金と銀行を受け取れました。私は新青年の新潮の鄭州スタル首相には賛成しない。しかし記者としてはこの優秀新聞のやる気には徹底的に反対だ。それは記者に対しての堂々と言っての挑戦だと思います。我证明我们报社刊登的关于北大的报道都是张丰仔花钱买到的。你们看，这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关于今天国会质询的稿件，和这两位记者提供的稿件是一样的。张长礼就是个蠢。既然易奎龙因故缺席，那么今天的质询会散会。不能散会，易奎龙在此。我爸来了。来了。奎龙兄，尊敬的议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议员，非常抱歉，我来晚了。奎龙兄，就等着你做提案说明了。现在请易奎龙议员做弹劾蔡元培的提案说明。各位议员，今天我不是来做提案说明的，我是来向蔡元培先生请罪的。由于我一时糊涂，鬼迷了心窍，受到了张常理的欺骗，在张常理写好了的弹劾蔡校长驱逐陈独秀的提案上，我签了名，给他当了炮灰。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向傅增湘教育总长、向蔡校长、陈独秀先生道歉。改日还当分别登门赴京请罪。易奎龙，你出尔反尔，血口喷人，你真是极无耻！是啊，只因我私女心切，才上了你的当，做了一件诬陷忠良的坏事，我确实无耻啊！易奎龙，你到底唱的哪一出啊？你给我们大家解释清楚！对，解释清楚！解释清楚！快说清楚！诸位，诸位，诸位，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小女群仙因不满我给她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我是急得六神无主啊！这个时候，张常理和他的侄儿跑来告诉我说，小女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蛊惑，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的攻读互助社，还说这个互助社是受到洋教的控制，实行消灭家庭、共产共妻、丧失人伦的教义。他们还给了我许多攻击蔡校长和陈先生的报纸和传单，说如果不扳倒蔡元培和陈独秀，我的小女就永远都不能回归家庭，无数的青年将被带入罪恶的深渊。我就群仙这么一个女儿，听了张常理的蛊惑，一气之下我就发了毒誓，拼死也要扳倒蔡元培。就这样，我在他已经写好了的提案上签了名。我做了一件大蠢事啊！幸得张世钊先生教诲，这才真相大白。我愧对蔡校长，我愧对陈先生，我更愧对我的女儿。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宣布撤销这个荒唐的提案，并向议会做出深刻的检讨。大家听我说啊，我们请张常理议员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张常理，解释解释，快解释！什么情况？解释清楚！这件事，我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的小侄张丰仔。哎，常理兄，他是北大的学生，我误信了他的谗言，同时也
受林树老先生小时候的误导，我是好心呐，好心做了坏事，我向玉慧检讨。也向议会的田议长致歉，更应该致歉的是受了委屈的蔡元培校长、郑东秀教授，向你们致歉。向李大钊教授、胡适教授致歉。我同意易奎龙议员提出撤校的决定，我张家家门不幸，出此污泥之词，我回去定当家法掌刑的。哎，叔，程立正，程立正，快，程立正，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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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程立正，上医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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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销，现在散会。等一下，你们诋毁够了，也闹腾够了，应该我们说几句了吧？啊！各位记者朋友，别误会，这里是国会参议院，不是自由市场，想必你们也不想白来一趟，一无所获是吧？今天我站在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新特区学校，ちょっと質問あります。北京大学は新進元とは一体どういう関係ですか？新青年确实是由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实行同人编辑的，但是新青年是一份经营独立的杂志。他与北京大学没有隶属关系，新青年的一切行为均由他的编辑部负责，与其他任何单位无涉。Excuse me, Mr. Chen Duxiu. Recently, I've seen many articles and reports that are not favorable for the New Youth magazine.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se accusations and what did the magazine do during the past 3 years.这三年来，本质被某些人称之为破坏性杂志，说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对于这些，我们本质同仁当然直认不讳。我们为什么要破坏这些东西？只因为我们拥护德莫克拉斯和塞因斯两位先生。你要拥护德先生和赛先生，你就不得不反对旧的思想、旧的文学。要说本质，这三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就是这些。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difficult, even dangerous, to protect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China. Will you insist on doing so, Mr. Chen? OK.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渐渐地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两位先生，一切反政的迫害、社会的攻击和谩骂，我们都不推辞。李大钊先生、ちょっと質問があります。最近先生の文章をたくさん読みました。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に興味があって、そしてロシアの儒学にも賛美のことがあるようだ。先生ですが、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の信者ですか？
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读书者，我丝毫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建的社会制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制度。对此，我心驰神往。Senior Chen, so che stai sostenendo un nuovo per la nuova cultura della virus per influenza abbia solo sviluppo della cultura. 大概听懂了。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他们同类人看待，而不要当成机器牛马奴隶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要被现实的政治羁绊。什么是现实的政治？譬如当下的现实政治，那就是一般没有饭吃的无聊看客在那儿造谣生事，与人民的生活和政治理想都毫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有了各派的军人在争权夺利，如同狗争骨头一般而已。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而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来加入他们狗的运动。在议会上那番讲话呀，他把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给撇开。他这样做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其实我特别明白他的意思。现在咱们新青年在政府的眼里头就是洪水猛兽。我们自己不能束缚自己啊。撇开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放手战斗了。蔡先生，林书在《公研报》上发布了他的公开信，给您道歉了。他说些什么呢？他是这么解释的：最近几年，因为耳闻目睹了许多抨击旧文化的言行，让他有点忍无可忍了，所以一怒之下就发布了很多不实的言论，给您和北大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他十分抱歉，希望您能原谅。同时，他还坚持他反对新文化的观点。哦，他还表示，拼其残年，坚守其志。必使反蛇无声，治狗不废而后已。蔡先生，看来这个李老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对手。申叔，你身体怎么了？喂养。蔡公，我写了封信，本想交给你。今天各位都在，不妨念给大家听听。好。公研报主笔大见，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习，然报籍遂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显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其即
查找更正，视为致和。刘师培，请。蔡公，我还有一事要声明。你请说。如果陈仲甫还要坚持他那一套，我刘师培愿与他战斗到底。申叔兄，我相信以仲甫兄的性格，一定也会与您斗争到底的。告辞。好了好了，我们该说的也说了。我在想啊，我们是不是该对张丰仔这个内鬼有个表态？蔡先生，张丰仔这样的人，我们北大绝不姑息养奸。请请请！哎呦，张议员。深夜到此，真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快请坐，请请请请，请坐，请坐。不知道，哎，等我有好茶。哎，不必，不必了，不必，请坐。听谭兄啊，深夜造访，不传冒昧。这是小侄张凤仔要一事向你禀报。吴叔叔好。坐。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听说先知被奸人所害，被迫离开了北大，有不少人为你叫屈喊冤呐。其实不是这样的，吴叔叔，开除的。哎，先知啊，是金子，到什么地方都会发光。可谓正式的通知到了，我来给大家念念。中国代表团、贵代表团所提两项提案，即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之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均不在和会权限之内。和会最高会议充其量承认此两项提案的重要性，但不能在和会解决。拟请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中国的立场。怎么说？这两项提案都被驳回了，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克里蒙梭还说，日本代表牧野在今天上午10人会议上提出，日本应该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并希望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针对日本的提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先生建议，应该请中国代表参加今天下午3点的争辩会，并阐述中国的立场。有希望。这么说，这个美国人还够点意思。和会秘书长。已经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列会会议的正式邀请函，列会人员2人，其中只有1人有发言权。政府的意思是，请顾公使和我一同出席，由顾公使发言。我同意。你有什么意见吗？那就拜托二位了。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只有让我们两个人勉为其难了。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在这次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的和会上，世界秩序被重新划定，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也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代表团提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他指出，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界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但北洋政府亲日派曹汝霖等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擅自行动。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不满，遂命驻华公使小幡友吉向北洋政府施压。吴院长，不过晚辈实在是有一件不知如何处置之事，特来登门讨教。我知道日本公使小幡闯关来了，把你给吓着了。小幡都说什么了？小幡说顾维钧要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日密约，他奉日本训令要求中国政府致电代表团谨言慎行，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表现表示特别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还威胁说要把1918年张宗祥亲手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的协议公布于众。其实这件事情很好办，政府里有人怕日本，中国人民并不怕日本。慢动慢动，日本公使小幡向陈露施压，开各地学联商团致信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要求中国代表顶住压力，宣布卖国。各位同学，下面我宣读北京大学全体学生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公开信。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辩论，申诉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望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可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同靠。同学们，为了持续关注巴黎和会事态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组织各位，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事态的真相，我们在此次集会中共推出10余名学生会干事，以便联合北京各大高校采取一致行动。大家欢迎。今日大家公推我们几位为干事，我们既觉得兴奋也觉得惶恐，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但请各位相信我们，我们必定不辱使命，全力而战，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下面请李大钊先生发言。同学们，在巴黎召开的和会是我们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大会，那么既然是国际大会，
各国在会上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乃是各国独立应存之大义，他国绝无干涉的道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顾维钧顾专使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申诉要收回我们自己山东的权益，日本人竟然要求要撤换。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四万万中国同胞能够答应？不能。在这个提倡世界公平的大会上，我们提出了自己国家正确的主张，日本人竟然冲进了我们的外交部进行恫吓，威逼我们屈服。同学们，你们说我们四万万中国同胞能被吓倒吗？不能。日本号称有陆军百万，随时准备应战，以威逼我们放弃山东的权益。同学们，你们说我们能够因此而屈服，因此而惧怕吗？不能，不能，不能。哎呀，这个汪大蟹呀，一天三封电报，非让我赶回巴黎。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吴总长，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有大事需要您来定夺。哦，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被驳回以后要不要再送。团内意见不一，我无力协调，只能请您出山。我看山东问题的说帖和中日签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密约还是先放一放，暂时不要送交和会，等日方同意再送交为宜。胡公使果真是被日本公使给吓着了。我也是为国家着想，要是日本人真的出兵，那么局面就不好收拾，况且政府还在犹豫不决，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刚刚送来电报，不知诸位看了没有？自日本小藩公使恫吓之事登报以来，国内民众群情高涨，纷纷给代表团打电报，就这几日已经收到了几十封。偏偏痛陈利害，言辞恳切，要求我们顶住压力。这是刚收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发的电报，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连青年学生都知道，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胡公使却为何犹豫呢？我为国家之心，天日可表，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醒悟，守川，大家都听我说，此事断不可讨好日本人。现在与会各国纷纷对我们表示同情，如果此时我们不能坚持，半途软化，即便是有他人愿意助我，也会让我国损失在国际上的声誉，到时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要求别国的援助呢？两害相权，我的意见是再送说帖。是。我去找魏尔逊，啊。继小藩有吉恫吓北洋政府后，日本代表团再次在和会上提出，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在和会初期一度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墨家学说在先秦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说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共有十大主张，请看。兼爱
非公，上贤，上同，尊天是鬼，非月，非命，节用，节葬。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所谓兼爱，它包含了平等和博爱的意思。墨家要求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且认为在社会上如果出现了强直弱、富五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东洋人、西洋人都霸着我山东不还，这是典型的强直弱行为，难道这也是先生所讲的天下人不爱所为吗？同学们，郭新刚同学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了问题，这是好事，证明郭新刚同学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是郭同学，你今天的问题跑题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是学界讨论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